早，时间四点三十七分，夜年七月九，星期四。我记得今年七月九嗰日，呢个强烈热带风暴莲花，咁其实佢预计佢都会吹向呢个台湾甚至日本嘅大，但因为西太平洋嗰个副热带高压脊向西延展，所以令到嗰个莲花咧就差唔多90度转弯吹过嚟香港嗰度。咁而天文台发出咗爆烈风或暴风信号，不过呢个风咧好弱，热带风暴，而且佢嗰个雨带系非常之细嘅。咁你都可以话，我哋经历咗一个好弱嘅八号，但系好弱嘅八号冇就系平时话横风横雨，但系咩唔系？并唔系想象中横风横雨，反而就系好平静。基于打工仔南收工走人，喂，咁2015年净系得一个风就系莲花啦，而莲花真系好弱。虽然你八月几都有一两个热带低气压都挂个三号。甚至十月幾都有掛沙，不過都係好弱。但係你始終都係話，我覺得最強嘅都係山竹嗰陣話兩日停課。但我記得2017年八月幾天鴿都好強，跟住然之後天鴿之後再多一個禮拜呢個帕卡，十月幾有一個卡路，唔記得咗係咪？但係淨係知道十月尾打風咧，可以話好少見。特別2016年嗰個海馬之前一日10月20號去旅行，去黃金海岸，嗰真係好天嘅。即係每方東吹，唔係每方嗰、那個日本當個風出嚟嗰陣，出嚟之前嗰日比較熱嘅，因為食住嗰啲夏蟲氣流啊。玩 BF5 升個 level 362，咁我就上晝玩個 po 話，攞支玩落單嗰陣攞呢支煙霧彈嗰支步槍射中一條友，咁我見到咧佢得翻4零血，咁你射嗰條友同人都就係靠實力嘅啫，咁你話殺到人都可以話好，都係話好難，除非嗰只殘血，然之後。我先頭玩 RIC 一開局咧，即刻就唔係正確啲係點講啊？我係第一個殺到人。一開局攞支巴祖卡，但係我做美國，然之後望到有架飛機飛過嚟，然之後趁佢飛過嚟之前，我就預先喺50米外喺佢哋50米外射嗰個射巴祖卡，跟住後屘真係射中咗啊！即係我第一次攞巴祖卡射爆飛機。仲要我係要用啲 Stephen Fish 嗰個新嘅 character 去射，跟然之後我可以話諷刺嗰啲人話。依家 DICE 出嘅預告唔係玩噶，真係會成真噶。我跟住真我係串翻一句，嗰、那個預告片裏面嗰個美國 character 就係我，即係未試過攞翻咗架射爆飛機嘅。以往你聽得多都係攞個反塔羅蘭或者鋼鐵拳射飛機啊。但巴祖卡射飛機我真係未試過。PLAT 都冇試過，不過有人試過。因為 PLAT 係低射速㗎，而且嗰個
射速嘅飛嗰、那個叫射速嘅非常低。你知唔知射速嘅最低係咩？即係咪？即係我就住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攞巴住架射爆嘅飛機，係咪想拍一個 EPIC 嘅 movement？我玩下周四話遇到一個人 level 312嘅，佢70 ping， 跟住然之後我 search 翻佢個 checker 咧，原來佢係美國人。哇！美國人都70幾 ping， 咁我去日本誒嗰日本 server 嚟，咁我就亞洲人去我日本 server 69 ping， 但係美國人去嗰個 server 70 ping， 咁到底咩？到底點解咧？如果北美咪咁，但係佢係美國人，咁應該都100幾 ping 嘅，點解會咁低 ping？ 係咪佢自己腦作個 vision 出嚟？即係有啲奇怪。好奇怪，美國人會亞洲水下玩，亞洲水下出名都多嘢卡。唔係咁啊，難怪嘅，因為你美國 server 你都聽到好多嗰啲高呢。如果啲高呢走曬嚟玩嘅話，破壞曬嗰啲氣氛咧，冇人可以玩，真係。啱啱又新增多19宗嘅本地感染，夜晚亦都證實多5宗嘅初步確診，都係即係加埋有24宗本地。哇！都幾多本地喎，都係嗰啲中年店啊、安老院嗰啲群組冇㗎啦。沒了